在四方，希望会当在条为官，这条代志应该甲无惊过。条条，大弟啊，结论条条，台湾这么大一个大时间，你也通出来底，敢有习惯？有你的照顾，是的习惯。我一家代志必须对你细记，什么代志，人任的事在四方，希望会当在条为官。 有几三年考虑到位咯，用到我都叫城里去咯。咱当先请问好，你怎么我惊城附近哦？是啦，伊嘛知影，这林家全靠我建文一个啊。本来呢，虽然生意做真大，也过我总袂当靠我哪里来产业过日子。我希望会当在条为官，这才是上重要。是啊。 你讲的嘛有道理，家己连见面，对我安尼的婆婆，我嘛袂当阻止你。万不哩，那因为讲你无囝放袂落，佮做来着你的前程，那咧就是拢我有着咯，随人去，要无安尼是，帮我，我互前天所在向阮娘亲说起这件代志，我叫做哪样？张瑶。 金宝，那你叫我娘有什么代志？金，我伫咧想，佮会叫叫相亲，也是过一段时间咯。如今三日一考到位，我希望会到往到京城底，就去在条围观。对，大伯叫我先到入去，这是应该的。我今日即间托过门啊，你若有我通好做做上来，会当金你的某囝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哪呢？ 这件代志，哦，应该爱跟我哥讲一下。十多年啦，哎呦，啊，这个囡仔哦，拢都无当看人啦，啊，讲为着你安尼娶某，你啊一个面来面丢面在啦。也无，我就是阿公啦。我头头来去，莫互知影好啊。对，今仔哦，你要出门，唔知要当时才倒转来，啊，衫裤甲你寄回，我你穿看要安怎？是啊，建文，看小可我甲你念条条。 那较做工，那以后拢安尼是，唔可能无法度大汉。条条，我小妹伊年纪佫细汉，捌的代志有较济，就希望你能多多包容伊咯。这你放心啦，小可是我的，你若无伫咧厝内底，我当然嘛会照顾伊。我安尼是，你让我准备淡薄行李，我全家户口过来。啊，细里个条条，我若无伫厝内底。 我哥，你在好好照顾呢。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，我哥有阿娘伫个，还佫有娇娇伫个，你免烦恼我哥的代志啦。好啦，条条，羡慕，准备好势咯，外甥会交代互你照顾咯，放心啦。你干那意思呢？我会着小哥而已。阿公，你半路途上，你会无法度有迄个心理往到平城去。哎呀，条条，小妹干那一个尔。 年纪较细，我甲当做亲像囝伫咧疼，这也正常啊。好，安尼我得来去咯，一路要小心细路啊。你今日下课时倒转来。阿爷，阿爷，你要去倒位？你唱我唱物件。阿爷要去做歌。你要去做歌？是。啊，我嘛要去。袂要紧。 伊就做囡仔人，现在佮伫咧读册，伫咧乖乖踮伫厝内底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去做官，我哥会当陪你来去啊，我嘛会当吼做官哩。阿哥，你爱知影，伊毋是囡仔，伊当大汉啊呢。阿兄只要去做官，毋是小事。我若带你伫咧身躯边，哪安尼阿兄来影响着，我着做官是要安怎？阿哥，阿娘。 你做官是要创啥物？做官袂照顾你，还佫有阿娘，还佫有阿嫂。啊，毋过，毋是拢安尼死咧过啊吗？啊，你去做官爱偌久？可能一年半载吧。
一年有几工？啊，你小姑的呢？但你阿弟啊，你阿兄，只是要往京城去做官，你敢问到这么啊济条？安尼伊会挂心呐？哦，你乖乖吼，阿兄、啊，那倒来时阵，我会买好耍的石头米阿你耍。妈，阿兄啊，你无伫厝内底，你自从带阿嫂，都拢无啥咧陪外公。你今嘛搁要去到京城这么远，安尼我讲爱一个啦，我无爱，我要跟你去。哦，你要去，你若想要去，你要过来叫伊开口。我爱怪我啦，我就是无看时间让我陪伊，伊今仔日再念你念条条，我讲爱他娘的话，你娘搁要就这糊口。你看前夫比在低头看手，伊无精神哪去付款？来啦，阿娘你莫甲歹嘛，你娘啦，看我甲讲，这衣啊是阿兄做互你的，也无安尼生啊。你直接告诉阿兄，思念我的时阵，就甲伊啊讲话咯。我甲伊啊讲话，伊也袂甲我应啊。你个动作阿兄去应就好啊。哦，我毋是一世人，无要倒来啊，你乖啦，好不好？安尼。暗时啊，那是暗暝所念，啊，无想到这下要安怎？伊也会保护你，哦。伊也要哪会保护我？阿娘嘛就是无比，也无，嘛有恁阿嫂会照顾你啊。是啦，啊，无你跟我睏啊。唔爱。你来就歹休假啦。我哥，阿娘我，我真无希望离开你的身躯边。也过，阿遐是查甫人。我的父母，我的保护咱的家庭，我若无做官，我是免咱照顾你的，对不？哦，我哥真正袂当带你去吗？袂当去，乖，好、哦，阿兄来去啊。我哥啊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恁阿兄无伫的，你有啥物代志，咱嘛找阿娘，阿娘无就咱干，带你去佚佗，有听见无？婆婆啊，等伊要烧伤，互伊烧伤较久的，我带你去买药去。我再无你款啦。干嘛这么紧？啊，无你搁陪我睏一暝？不用急，我能够陪你睏一暝。我三年一考，好好时间也烧过，我都无得够考试啊呢。好。先来边，你乖。Oh,